中，你们两百秒异常，异常，六小报告，由于明白，迅速进行辅助预热系统启动好。接少尼通报，往年我们冬季训练都是在室内进行模拟操作训练，现在我们把部队拉到野外进行道路结冰、寒冷、低温和全防护状态下的训练，通过这种实战的环境不断的进行精准操作，把我们的实战能力提到最高。你看发射，你看你看